无惧为沼，低空麦明诗笑住还拖啊！郑伊健、麦明诗、林晓峰三人前晚就出席有份声演嘅《Emoji 大冒险》首映礼，咁啊着上低空裙嘅麦明诗展露事业线十分养眼。咁三人访问时候就大谈配音时候嘅趣事，两个大男孩有不时夹攻麦明诗，但系出名好口才嘅佢全无惧色，笑笑口向二人还击啊，场面搞笑啊！最辛苦系麦明诗啊，但唔紧要，本身都系声沙嘅。系麦明诗对住我哋最辛苦啊，都唔知道开边饭。即系应接得下，系啊，同埋即系作为后辈又唔敢乱讲嘢啊嘛。冇咁讲，你都唔怕啦。咁你讲系点啊？系啊，即系佢串我就得，我串佢就唔得啊嘛。哇！你咁样话我，你自己攞串啊，真系。佢串啲咩嘢？又話我老練，又話成熟啊，又係咁話我即係抬高我，但係實質我就即係諗緊佢係咪暗底啦，係我哋咧喺個娛樂圈打滾咁多年，其實我哋係冇咁複雜。其實你都係八幾年嗰啲港姐嚟噶，唔係咩？你講出世定咩啊？出世一八八幾啊？咁我都 keep 得幾好。好嘢啊！唔該曬呢位佳麗啊，多謝曬。多謝。直頭好似港姐訪問咁幾開心。係啊，我覺得我好似選緊港姐咁啊，對住一個咁嘅司儀。你中意粗快啊嘛？即係你一矛頭指向佢啦。唔係，你都係一個主持嚟噶，你都係兒童節目主持嚟噶。啊係。有冇推唔推佢啊？真係。